一下，为什么它开始不了？算了，我要这个大巴车。哦，我把车开到这儿，我走了。等一下。我操！这撞飞了。是吗？这黄的本身就是黄的呀。对啊，我只是说一下。啥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哦，那个终点在上面，我看到了，好远！我操！我爆掉了，我到不了，太远了。哇，哎，这个模式是不是因为我们选的车的关系啊？快去捡一下箱子，我要开始建造，只有一分多钟啊！这边居然藏了一把钥匙。对啊，但我捡不了。还有火箭呢。为什么还有这种机关？那轮胎爆的机关吗？就是还有烤肉的机关是什么？足球是什么？我好奇，买一个。可以。为什么买不了？哎，我发现咱们下面的路没了。哎，商店呢？是吗？哎，商店呢？哎，买着买着它不见了。我在这里。哎，这里有只猪哎！你才看到吗？猪在这好久了。是啊。因为我们是要去哪里啊？就是箭头指的方向啊。箭头哦，又是往上走是吧？就是 finish 那个地方吗？那我要再去建一个。结束了，你看看，一共多少分钟？哎，吉普啊，我的吉普！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我是不是要掉下去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往这条路上呢？啊！我操！算了。那我在这里建一个就好了，这里建一条路冲上去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再怎么建了？这里建一个 E。操，太长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太长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放回去。靠！我怎么不放啊？我不要的话，怎么 cancel 掉啊？切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方向键上下左右切掉它就好了。哦，商店在哪？在这儿。那还剩半分钟了，你要快一点吗？哎，商店他要走，我要买这个。买不了，钱不够吧？他没说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前面这个路应该进一个弯的上去，然后我们就能弯到上面去了。也不用捡、我跳不动哎、怎么办？我要去哪？何去何从？
感动了，这个地方。啊！我杀了个蚊子！啊！哎，我操！我看到你路过就走了。等一下！救命啊！我闪下！过了两秒。啊！在这里建一个塔防吧。嗯。为什么这个没盒子啦？因为我捡了。你给我留点，我买不了东西了，好残忍！不是啊，盒子里面就是东西啊。啊，是吗？对啊。好，我没有钱了，再见。我要去拿了。我那个飞机，这飞机是干嘛的？可能接了他。这飞机是干嘛的呢？就带我们飞吧。要不把飞机放这里试试？觉得呢？可以试试啊。走。那你纠结放哪里？我现在都不知道。我带我弹上去。先看飞机去哪里再放吧，我先不放了。搞定了。啊！去飞机看飞机带我去哪？啊！怎么办？撞一下你！哎，别再撞了，别！等一下，我有办法。哎、等一下。笑死我了！你要加速，你要不！你往回，你往回，然后再捡，别撞到我啦！救命！我在挣扎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个冲刺冲到那个飞机，给我撞回来了。那飞机是路障。是吗？对。啊？不可能吧？啊，那飞机是挡着那个什么的吗？对啊。我一个冲刺冲到那个平台，他又给我撞下来了。我的天哪，他是路障吗？对。为什么要给我们买这种东西？因为这个游戏除了就是过关的话，还有就是阻挡别人过关的话。啊？对啊。你是堵自己的路吗？啊，好惨呀！我对不住。绿色的就可以了。啊，好惨啊！好不容易买了个飞机，那你说我进个飞机，它会不会挡着火箭过去啊？它不会让你在那儿建的呀，直接就是黑的哦，直接就是红的。觉得这里可以建一个。你干嘛？好残忍啊！哦，你这是一根棍子啊。然后呢？它有什么用吗？没用的棍子吧。然后他走掉了。我花钱买了棍子，他就这么没了。我日。我都不知道我干了什么。哎呦！我这个路是不是坏了一点？往回再往前冲！快！我往前冲了！哎呀！杀！我的车翻了！什么东西烂了？我的车翻了。
弹到那边去，但是换了方向了，好惨了、啊。我也太菜了吧！哎，我拿了两个都是路障哎。哎，这个烂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这个是什么？我是加速器吗？我看这儿。可以吗？为什么我还有飞机啊？你可别！我试一下飞机能不能打。肯定放不了，可以吧？你要等他。可以，只要他不在，他。可是你这样挡，不就又挡了我们的路吗？什么不能挡着他们呢？啊！你不要，你不要！哎呦！我操！我跳着跳着，哎，终点，终点，终点，差一点，真的不行，什么东西烂了？我的心烂了，为什么？啊！不是也要信一个？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我来，等一下。进一个这个，可以，完美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游戏的话说的很好笑。我还要买。哎，完了，我把路堵着了。木头是可以挡住这个飞机吗？还是咋？可以放在这儿。3、2、1。这飞机要炸了，你把它路堵着了，它要炸了。我最怕的就是怎么样，它炸了之后把最近的东西全炸没了。你这会不会？真的假的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为什么这么高？我把路搞起来了。啊！我要回去。你别扯。撞到东西了，你快点，还有半分钟。3、2、1，杀！不行，我们把那个给路障给清除掉。啊，这个路障怎么办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里放一个这个。不行哎，还是会有尖尖的，再放多几个吧。为什么多了个 monkey？ 这已经多很久了，是吗？对啊。就这个木头是用来干嘛的呢？
至今都很好奇。如果把木头放在这儿，不行。这里放个木头怎么样？你这放木头会被它夹烂的。试试。放不了，放不了。啊！你要放把我们车给砸了。三二一，哎，我车还没干啥就炸了！啊！我差一点，我差一点，我差一点！啊！啊我被你杀！妈！啊！把东西还砸烂了，笑死我了！我俩好惨啊！飞机啊飞机啊，飞机小心点放啊！我想想，把木头要是放在这儿呢，你说呢？能不能挡着它？好像可以耶，试试。啊，还有小火，小火，我的木头着火了！搞定了，我没事。对，这不是，这是在给我烧钱吗？哎，他把那个弹簧床，哦，等一下，吓我一跳。没有，就很奇怪啊，他什么都干不了。还有为什么还要我买它？我们要是爬到最高的地方的话，我们会得到一张地图，新的图。等一下，我木头还在是怎么回事？我放一个木头在这儿。木头是路障吧？我觉得这木头等下可能会砸了，看看应该不会砸。还在底下着火，别撞大姐，我在看他着火，你看他在底下着火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木头肯定会砸的。啊 shit 啊，那个路障一定要走掉。不行，不行，它跟飞机是不同步的。哇啊啊！快起来，兄弟！哎呀，我觉得你那个弧不够，那个三角形不够，还差一点是吗？对，太矮了。它越来越大火了！我的天，你过来看它的火有多大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是个木头？我有一个小心心，它可以挡干嘛用？它可以挡着这个路障。它可以挡着这个路障，不是那个路障，你只要我刚刚也是把路障挡着，但是你要是碰的话，啊，它又着火了啊，它又着火了，从商店着火了。等一下，看它会不会让那个路障着火。是有什么用啊？那什么标标看不见，很纠结哦，摆哪里都不知道，还放在旁边。那
这个放这里会不会弹起来？我想啊，对，不要放这里。它结束了，我们怎么还没有把那个地方堵住啊？哇，这是大炮！我买了大炮，我反过来了，不敢过去。你都搞俩啊。啊哎呀我不往那走，我看看这里能不能走路 啊哇这个火，哎完了，我把路堵死了怎么办？为什么你还能看到路啊？我就看到一团火哎，你看这个火越来越大了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没车了，我看到一个死角，没了！哎，我冲不上去，不行啊，冲不上去！哎，差一点，兄弟！水是可以救火呀，然后这个水滚了出来，哈哈哈哈，路还是被堵了，我车都要压扁了。我操，看不到路了，天哪！我在哪？我是谁？哎，还是不行啊！放！我整个画面都在动，为什么我开不了啊？对呀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哇操！我的轮子卡在上面了，你看我的，哎，我获得了一个杂技的称号。哎呀，过来看看，我看不了，我还在搞，他一直在问我是鸟吗？